姨妈期后或感觉很累时，经常熬夜时，我都会给自己煲的白凤丸桂圆老鸽子乌鸡汤，又不会上火，又好喝，真的超级治愈。这是今天的全部材料。一鸽子剩九只鸡，可见老鸽子有多补。最适合女生的乌鸡肉，滋阴补血。乌鸡白凤丸，女生都懂。沙参，秋冬燥伤肺，沙参养阴清肺，益胃生津。玉竹，滋阴润肺，让汤更清甜，不上火。桂圆，补去养血，安神。乌鸡和鸽子肉都有桂圆的果甜味，汤好喝，肉好吃。黑枣，健脾胃，补去血。姜一块，去腥。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大火煮开，在最小火煲90分钟即可。出锅前加入杞子10克，加入盐调味即可。这个汤又醇香又清甜，特别是里面的鸽子肉浸满了玉竹和桂圆的清甜，真的很好吃，就是让人感觉很满足，很舒服，很治愈那种。